为什么要选择生命重来一次的主题？每一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想过重活一次，因为人生总是有太多遗憾，所以这故事真正的意义是珍惜现在，为美好而活。第一个字就写不出来了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头几张都写好了，只不过现在还差个名字。57年人文社第二版《红楼梦》，刘余庆，姓娘亲，姓娘亲，积德因公，劝人生济困扶穷，休学俺呐，爱银钱忘骨肉的，狠救奸凶。十二只红楼曲里的刘余庆。巧了，这曲子跟我的故事很契合。老师，现在方便把我电脑连到那块屏幕上吗？可以。